朋友们大家好啊，今天是礼拜二，11月5号，今天是天气又特好，不冷不热的，刚吃了一碗面，现在去投票。啊，眼前这棵树红的多好看，更不用走很远，其实家附近就有这么漂亮的树。穿过这公园就可以到投票站了。刚过了 rush hour， 所以街上人不多。到了，禁止拉票。一到投票日，学校就放假了，去二楼。进来吧，这是我投票的地方。拿到选票了，现在去投。Jonah。看看，有这个。谁？看，除了总统，还有这个是什么呀？是州里的议员，而且每个人都有一个中文名儿，这起这名还都挺好听的。选好了，准备去那边的投票机上去投。投票机就在这儿。投好了。其实不用去 early voting， 最后一天投也没有排队。住在纽约的朋友还有时间去投票。今天投票站一直会开到晚上9点。美国 Bless America。